饼的味道，真是甜美，好久没有尝到了。站住！何方药物？哦，真是有趣啊！区区一缕幽魂，何必留在世上受苦？我来助你解脱吧。香儿。没事吧？没事，我去小心。还是个小鬼，先解决你。我宰了你这畜生！好吗？我没事。那就好，走吧。这就是符鬼吗？云母是的。仙儿在此地稍候，我去去就回。嗯。天下 K。小家伙，你长得真好看。这鼎也好漂亮，是你的家吗？真好啊。我碰得到你。小家伙真可爱。这么快就交上朋友了。嗯。借祭坛一用，省去不少功夫。仙儿，来这儿站好。
待会儿你就站在这儿，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别动。嗯。别怕，阿兄在这儿。定身考虑，信念坚定，再前路行，梦想前进，立定。如何？掩盖了园林的气息，这样就不用担心那些魑魅魍魉了。嗯，看起来和以前一样了呢。木头身体还是有些不太一样。这只是暂时的，阿兄一定会帮你修复身躯。没事，阿兄，你看，这样也挺方便的呀。灯初上，夜未央。我才唱两句呢。小丫头。走吧，咱们去上山。嗯。黑火分作九鼎，威力难以估量。若九鼎融合，便能毁灭世界。即使能勉强控制，仍会因此被黑火反噬。我们战胜了黑火，以为一切就此结束，未料战后的余波依然留下了隐患，伤痕会随时间淡去，但终究不会平复。